个是6两的黄果，这是面条果是5两哈。刚才你送的货都是赵超跟石牌的，看你那5两能不能吃完哈？中午吃才饱。中午吃才饱，哎呀，晓得要来挑战吗？你中午都没吃那个饱嘛，硬是。我给你讲个规则哈，5两碗仔面6分钟吃完就算挑战成功了。挑战成功就会得我们旁边家的碗仔装包，15包。开始。开始哈，5两碗仔面，3、2、1，开始。还能看我了。我死了，有些吧，难的。哦，好丝滑呀，一口就是1两。好，我把时间给你暂停了，想吃碗仔的慢慢吃。没问题了呀，肯定算吃了呀。还吃不不吃我的，算了哈。5两碗仔面，2分50秒，挑战成功。想吃我们那个碗仔汤包的朋友，点击视频左下角认准香料哦。